今年夏天开始尝试画车位，我觉得可能这样能更贴近大家的生活，然后就尝试着画了一个两个，一直画了十几个吧。刚开始第一个作品效果就反响就还不错，然后我就接着在那个炎炎夏日顶着大太阳接着画。尽量的让大家，让越多的人喜欢，让越多的人能够来这里去拍照打卡，甚至记录在他们的生活中，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。